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么今天和大家讲一讲这枚 NGCA 有58分的无岭树花，四川卢比里面的大名誉品。最近啊，临近了西方的圣诞节，大陆也逐渐放宽了疫情的管控。那么我是一向以为对于传播率堪比麻疹的 Omicron 完全不可能清零的，任何风控措施都是为了拖长疫情，以避免挤兑医疗的量能。可惜我觉得过去半年类似我这种意见始终得不到支持啊，最终在中天无可奈何的放开。无论如何，希望各行各业都是个好的开始嘛，明年一季度可以有正常的复苏，人群呢能够摆脱对于 Omicron 的恐惧和非科学的偏执，该干嘛就干嘛嘛，机制币圈呢也能够走出这个寒冷的冬天了。那么我在华北的朋友说，最近很多人都在找退烧药，我觉得对于南方的朋友或者应该备起来了。大陆的人群对于 Omicron 呢，它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，第一次接触呢，对于很多人肯定不愉快。你可以不用，但是稍微备一些比较好。我个人呢，因为我年初的时候还去长滩参加了 B 展，几千人用两个洗手间，大概率已经接触过不少的 Omicron 病毒了。但我其实还是备了不少的药，毕竟现在放开的时间不是特别好，大冬天，上海的冬天流感就相当的厉害。那么回到这个卢比啊。这个卢比国内把四川卢比分成一二三四七，有这个主币是一卢比的，那么其实它没有面值啊。我们知道它是一卢比，主要是因为对照着印度卢比来看，那么还有小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卢比的，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卢比都很贵。那一卢比的呢，一七是非常多见的，三四七呢是比较便宜的，更多见理论上。那三四七因为很多都是低银的，所以我们大家收藏的不一定多。那一七是一七和二其实主要收藏的品种吧。那一七卢比除了最常见的有岭树花，其余的品种都罕见的。那无岭横花，这个就是无岭嘛，顶子就是无岭。横花和树花，这就是所谓的花，在四川省造的中间那个花。那无岭横花和树花呢都很罕见，是一七卢比里最早铸造的品种，大约是1902到06年吧。其实人物造像和其余的一七卢比其实是完全不同的，还可以看这个人物要丰满很多。那么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模具。这个无岭横花呢大概是300万枚，这个无岭树花呢大概只有80万枚，所以说是都是非常罕见的。那么一七卢比还有一些小品种啊，比方说是有岭横花，还有修磨的无岭横花五节变，这些呢我因为不是卢比的专家，我就不讲了。这枚无岭树花呢压制非常有力，圆光呢眉毛都可以看得到，一根一根可以数。那顶戴花翎，一应俱全，是早期卢比里精品里的精品。包浆非常完美，浅黑色的。人像呢是不是光绪帝呢？一直是有争议，但我觉得是光绪帝啊，因为毕竟对照的印度卢比人像就是维多利亚女皇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枚对照品，这就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皇，这是1888年的孟买造币厂的一卢比。设计不光完全相同，甚至连这个花都是完全照抄的。那么维多利亚女皇呢，这个皇位啊，它其实不是欧洲来的，是印度女皇，其实是末代莫卧儿帝国皇帝过世后空出来的位置。那莫卧儿帝国呢其实就是波斯语音译的蒙古帝国。我们中国大陆呢喜欢用莫卧儿，不用蒙古，用土耳其不用突厥，避免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嘛。英国王室呢，他不光血统里有成吉思汗的血，最终的皇位还是印度的蒙古帝国的皇位，也是有趣的。这皇位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，所以前阵子离世的伊丽莎白二世只是英国女王，她就不再是女皇了。关于卢比啊，最近大陆有一个比较变态的趋势，就是四川卢比，我们不能叫四川卢比了，因为据说是卢比是外国货币名，都要你改四川人像银币。我觉得是矫枉过正了。清廷乃至民国为了和英国争夺西藏的控制权呢，特地铸造了和英属印度一样大小类似造像的卢比地质，这是历史事实。何必拘泥于卢比两字呢？
最终斗争的结果，西藏成功的留在了中国境内，相当成功的货币政策，现在取消卢比这个已经100多年的名称，换个其他名字，无论逻辑和动机都匪夷所思。那四川卢比这个品种，我刚刚接触机制币的时候呢，就有注意到，当时还特地注意了唐镇，因为都是很有特色的。收入后才开始玩龙阳、军阀、通源这些。很巧合的是，这轮的机制币大潮，就是2019到2022年这轮大潮，这两个品种都获得了相当好的成绩。所以我想，可能这轮大潮确实源于诸多新爱好者的加入。这两个东西在精美之余，都是颇有故事。历史的故事和这个东西的特点，相当吸引人，尤其是新藏家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和我分享这枚几乎是美轮美奂的无岭树花卢比 NGC AU58 分，拜拜。